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斯。好，我们继续接下来剧情吧。先把支线做一做。傅静涵，我看得蛮认真的。无门无派的游侠，《霸王别姬》。看招！哦，血蛮厚的。父兄，好剑法！哎呀，胡乱一番，酒瘾跟着犯了。哎，怎么有支线呢？本故事由玩家任剑蓝蓝七情创作，十分感谢他的积极参与投稿。哦，这是人家投稿的。还打我杨宇怎么变这样啊？哇，你嘞！我选傅建涵。这就是大侠的绝招！好酒，好酒！帅！杨宇这招蛮帅的。不过杨宇的本传其实是蛮弱的一个角色。怎么还在？哎，放一次就好了。就你还大侠？好，每个人都收收好东西，可是那东西都不是好东西。哎，怎么会连续发、这么会是大哥哥？嗯，好弱，应该没支线吧？看一下哦。玉门关呢？普天之下，法要探索。无剑一法，这个讲过了。这个也讲过了。纸地下竞技场来，来东西南北客，发春夏秋冬财。好，一
应该没了吧 ？OK， 好，我们去玉门关酒楼。主线。酒过三巡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。莹莹上有要事在身，公子保重，后会有期。那我就预祝莹莹姑娘马到功成，我们有缘再见。人人都说天龙教非奸即恶，可比莹莹姑娘善良的世上又有几人？什么正邪不两立，幼稚。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姑娘你没摔伤吧？走路小心点嘛，疼死人家了。实在抱歉，来姑娘，我扶你起来。扶我？你不怕你的相好吃醋呀？相好？哦，他肯定是看见我和莹莹姑娘一起喝酒了。我们只是普通朋友，姑娘，我扶你到旁边去歇息一会儿吧。普通朋友？天龙圣女可是从不交朋友的。看着小子呆头呆脑的，长得倒是俊俏。哎呦，我的腰好像也扭伤了，你抱我过去吧。啊，这不太好吧？谁让你撞伤人家的？你要负责，堂堂男子汉，还怕小女子占你便宜不成？好吧，姑娘你别乱动啊，太近了。你很冷吗？抖得满身大汗。不冷，就是有点累。累？哼，姐姐很重吗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姑娘跟仙女一样轻，怎么会重呢？在下是怕自己粗手粗脚弄疼了姑娘，那就是大大的罪过了。想不到你嘴这么甜，喏，替姐姐揉一揉，姐姐就原谅你。姑娘，这男女授受不。我这是帮人疗伤，师父也说过助人乃侠之本分，我胡思乱想些什么？姑娘，小娘子哪里疼啊，让哥哥来帮你揉一揉，保证让你浑身上下飘飘欲仙。切，哪里来的苍蝇，姑奶奶还没逃出姓人的和这小子的关系，真是讨厌。喂，你放尊重一点。怎么着，小杂种，你也想英雄救美不成？看见小爷还不快滚，满嘴不干不净，本少侠就替你爹教教你礼貌。个老子的，老子一飞镖戳死你。来呀、啊、本少爷就在这儿等你来。看招。狮王走马，请君入瓮。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以后还敢不敢胡说八道了？小子，你等着，今儿要不是爷爷没带兵器，非杀了你不可。兵器没带，那你快去取啊，我在这儿等你。切，兔崽子，你等着。不堪一击。姑娘，你受惊了。姑娘已经走了吗？都怪那耍飞镖的，那姑娘肯定是把我当成暴力狂了。哎，去找二师兄吧。请。只要有人。
小龙应该是黄龙了。好，轻轻风风，再下六扇门死钢。然后打狗棒法嘛，打狗棒啊，那个绿色的。连枝长裙，装备一下。你发过誓，说这一生永远听我的话，不管我说什么，你总是不会违逆。祖先，岂有此理！你居然将萝卜当成人参卖给我，快退还我1000两银子！胡说八道，我们百草门百年老店怎么可能卖假货，想用这萝卜来讹钱，找死呢。可恶，我的爱妾病重，吃了你的萝卜至今昏迷不醒，你居然多打一耙，我跟你拼了。哼，小的们把门堵上，给我好好教训他。住手。小子，不想死的话就给老子磕头赔钱。哈，想要钱，打完你们自然有医药费。这就是大侠的绝招了。十王走马，请君入瓮。一刀之势，天地色变。哎呦！少侠息怒，少侠有话好商量。快给这位西域的大叔退钱，少侠。他可是来讹钱的，你可要明察呀。废话少说，你什么时候见过来讹钱的要和你拼命啊？这你们几个站着干嘛，还不快来退钱。是多谢少侠仗义相助。举手之劳，以后百草门再敢上门惹事，寄信到逍遥谷找我，告辞。奇怪，走遍了市集也没看见二师兄的踪影，我还是直接去江府等吧。你们记住他的脸了吗？记着了，要让大伙儿埋伏他们。笨，你打得过他？传门下弟子，以后挖到草药定要加价10倍卖他。哎，那现在要去哪里？好。姑娘休走，放下宝剑，我们不会为难你的。凭本事得来的宝剑，岂有拱手相送的道理？你这是强词夺理。既然如此，恕在下无礼了。结阵！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一群大男人欺负一个小姑娘算什么本事？阁下是路过的大侠。兄台让开，此事与你无关。不平事人人可管，怎说与我无关？这傻小子。
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狮王走马，请君入瓮。一刀之势，天地色变。姑娘快走，有我断后，不用担心。哪来的傻小子，不过多亏他，不然今日还真不容易脱身。姑娘留步，休想得逞。这位兄台，你为何要帮那个女子来抢在下的白金剑？你说她抢了你的剑，有什么证据？那姑娘看起来柔柔弱弱的，怎么会？哼，我们公子乃是铸剑山庄的少庄主，岂会骗你？铸剑山庄，好像听大师兄说过，是江南兵器世家，信誉卓绝。莫非我又做错事了？在下任剑南，我与庄中弟子正准备去江府贺寿，没想到那个女子突然冲出，抢了我的剑就跑。哼，我们和少庄主好不容易把那女子围住，却没想到来了个什么狗屁大侠。对不住对不住，我错把你当成坏人了，我去帮你追回来。算了，都是天意，兄台也是无心之失，大伙儿走吧。我在下逍遥谷弟子，请任公子放心，我一定找回你的剑。那主角都是来绅士的，可有新的孤本？我傻眼了。我们学武艺可能没有什么用，但我们能保护有用的人。我杀一，给大师兄穿女装。好，支线。七万应该可以赢吧？那什么时候关系变这么好啊？我们关系不是很差吗？这就是大侠的绝招！狮王走马，请君入瓮。一刀之势，天地色变。剑石杀，试试我的新药方。天罡拳刚猛灵动，这么可是拳中一霸。天煞功家李维之，
哇，这样，这我要查一下。然后这个要出拳。江湖探索家死，江家大门，江家大堂。少侠不愧是逍遥谷的高徒，年轻有为，武功不凡。不知少侠可否陪老夫活动活动筋骨？这样，我用一件好东西来当彩头，你若是赢个一招半式，东西就送给你。这就是大侠的绝招！是很难打，打中间。刀剑十杀，应该是可以打赢啊。打四个，姐姐打你。一刀之势，天地色变。把你抓过来。十王走马，请君入瓮。暴击这么痛啊！试试我的新药方，哈！看招！这就是大侠的绝招！好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难打，好，好，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呐、啊！当名已逝。你们支线太多了吧？第一次遇见风吹雪，三个三只，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好，这局打完就差不多了，不然太多了。
影片太长。而且我只玩到江府寿宴而已，剧情就这么长了。一刀之势，天地色变。十王走马，请君入瓮。魅力越来越高了。好，我们继续白马寺。白马寺，神秘老道。宝打他妈都不认得他，他是张三丰哦。这就是大侠的绝招！哇，好强啊！他血太厚了吧？我靠！戳我一下就死了。十王走马，请君入瓮。这也太强了吧！一刀之势，天地色变。天诛地灭！哇哩嘞！连夜叉也敢打，天诛地灭。这场是本来就会输吗？光了，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嗯，打赢了。张三丰，你怎么没有嘴巴？张三丰，他有时候支线不会跑出来，要进去才知道。好，先回河洛大侠向前冲，吸汗进去，吸取汗水啊！我刚买新衣。哎，是叫我帮你买东西吗？好了，那这就到这边了。哎，后面有个烧鸡。好冷，好多人哦！这就是大侠的绝招，战斗不能跳过，实在是很烦的。十王走马，请君入瓮。好，解决。
好，烧鸡结束。反正以后会让你偿命的。好可怕啊。欸，有视频了。视频。仗剑天涯，正邪随心。你发过誓。我们学武之人。看一下视频要给谁哈。你。我们学武之人。我本纪。我们学武之人可能没有什么。谢谢。但我们能保护有用的人。好，就这样。支线这边还有吗？好了，这一刀这边结束。喜欢我们频道，左上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我更新影片你就要通知哦。谢谢大家这里收看，拜拜。